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项目玩的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前传幽冥录》第二期。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之前我们拿到一个金饭碗的饰品——纯金大王宫，碗中刻有“奉子行乞”四个大字，充满了王霸之气。那你挺着腰杆子把钱给挣了。附加状态是黄旗霸气，周遭一个敌人闪避负50。我刚才应该在上一集的打屁鞋给阎罗装备这个了，那闪避直接降50。好，我们给阎罗装备一下吧。其他的话，好，就这样吧，不管了。OK， 主线关卡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好，正式到天下，终归。丰都覆灭天一城之际，有锦衣卫指挥使尤进所率领的正派联盟出现在丰都众人眼前，寓意趁此机会将强弩之末的丰都一举歼灭。然而在另一方面，两方势力的一举一动也都被龙王立苍龙看在眼里，在这最后的角力之中，纷乱的天下会有何人掌握？哦，一样是在那个辟邪的地点。为什么角色不能移到？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游戏的那个移动画面要怎么移。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左右左右转。清晨门人。哦，因为丐帮其实可以让他变我们的人的样子吧，因为那个杭州解救的话就是救丐帮他们，不过我没去救了。没有清晨门人了，还有一个。我刚刚挑那个，哦，对对，就他。生火病实在有点烂耶。我当初是因为那个炮击，所以才选他的。刘静，我明明早已肃清帮中锦衣卫的卧底，你是如何？你丰都的一举一动一直在我掌控之中，这下子精疲力竭，没有丝毫退路。便是神仙来救，你们逃不了了。嘿，有指挥使果真神机妙算，谁能想到这帮匪贼竟会到这古墓里头？老乞丐这下能打过瘾啊！哦，你这老糊涂啊！阎帮主，你丰都竖起反旗，违抗官府，令老百姓人心惶惶。我华山派今日便要挺身而出，维护社稷安宁。燕丹城，你为了权势，不但威逼动和各派俯首称臣，更阴谋造反，妄图改朝换代，一统天下。我武当派作为正道武林的中流砥柱，绝不容你掀起乱世。哇塞，到底是流言真的很可怕，各位观众朋友。就是你看这些不查实证的人，就会去听一方面的说辞，而去相信，不辨是非。阿弥陀佛。我阎帮主，你的天下苍生束手就缚，莫造成天下生灵涂炭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老衲必定会全力为各位开脱。妈的，满嘴的义正言辞，你们这些名门正派怎么不信小小字是谁在残害老百姓？这群失败的老顽固说也是白说，老子就来一脚踢醒你们。方丈的豪义阎某心你呢，这是阎某是非干不可。各位掌门竟然有眼无珠，阎某便也不再多费唇舌，咱们手底下见真章吧。昔有豪杰宋公明，据梁山好汉与腐败朝廷抗议，今有丰都阎丹城，化阴间阎罗
为天向百姓行道。方丈，阎帮主他似乎还是不愿醒悟，但说的话 好像也有些道理。阿弥陀佛，虚言妄语，切勿信之。替百姓行道吗？小乞丐，别发呆，这帮匪贼杀人不眨眼，万万不可大意。师兄，他们真的就像小说讲的那般，事实上是在劫富济贫吗？哼，别傻了，一方匪贼还敢自比梁山好汉，我方云华会让你知道何谓真正的侠义之道。相辩也是无用，白收了你封都，天龙教就会是下一个。搞不好天龙教中途就来打了。真的。有劲，朝廷想领教我天龙教的神威，也不必等到那个时候。李长龙，龙王，天龙教的妖人也到了吗？帮主，情况不妙，天龙教也到了。哼，你便是天龙教教主李长龙吗？沿海小邦，万城阎王，也配有天龙真会，燕丹神。你丰都屡次坏我好事，你有何本事？本座便顺道试你一试。严丹生有劲，你们俩可别让咱们教主失望了。嘿，在教主面前，你们不过是一群准备送死的垃圾罢了。我天龙教今日地统江湖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懂审时度势、俯首称臣的愚者，只会被现实淘汰。龙王，别忘了你的诺言，解决这些家伙，必然告诉那男人的下落。本座不会食言，好好展现你的武艺。阿修罗，可别让我以为这些年来你的刀钝。有智慧时，情势有变。若是丰都和天龙教合力围攻我朝廷联军，必定会伤亡惨重。此刻当暂且撤退。不，正合我意，贼首全部聚到一块，今日。我要一网打尽。不错，严大神，李长龙都到，机会难得，我老期待今天要打个痛快。阿弥陀佛，看来此战在所难免，那必定会全力护得各位周全。有此为师，武当派听候差遣。有此为师，丐帮皇上听令，天龙教交给你们，两派前置，少林寺殿后确保援兵进入。武当派进攻丰都。武当派，你们都听到有指挥使的话，结阵。你们听好了，莫要冒险，暂且现在战力集中在对付天龙教身上，多杀正派与我无异。是，我们知道了。大哥，先专心调息吧。看来咱们先替他争取些时间了。马脸呢？怎么上？可别输给我了，臭水蛇。黑白无常，将人拿下了。弟弟上工了，哥哥别慢了，想碰咱家帮主，先过阿庞这关吧，绝不会让我们越雷池一步。翻转马婆汤，随我风度，判罪决言，审恩断扬。潜心调息中。OK， 好。那我们的这位爷赏口饭吃吧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刘静真的没有语音的，很奇怪。心本不生，缘起而生；心本不死，缘灭而死。吃我一掌，亢龙有悔。上登各班帮主，武艺明秀有身负，神龙腿法，降龙十八掌等，夺我们绝学，为人热血侠义，在江湖颇有声望。平生就一个弱点，一旦闻到教化剂的味道，便走不动路。人总以为人定胜天，但很多事情，人却输在自己。华山派现在掌门爱女如命，平素为人之和，但极重正邪之别，是魔教为武林之温。急欲除之后快。还有谁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
少林寺慧能大师所说之徒力悟性极高，佛缘也深，法名虽是虚之辈，但论辈分却是在方丈少林方丈的师弟。五年前大喜之日，因新娘逃婚，看破红尘，一心求死，为慧能所救，传起降魔棍法。人活了一世，有人成为面子，有人成为了里子。现任武当掌门与一然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，因方玉华人品不佳，性格跋扈，担心武当的未来，有意要将掌门之位传于武功平平却为人敦厚的故事，却不料就此埋下武当内乱的隐忧。还有谁？太小看我方云华，可是会倒大霉的哦。武当派大弟子相貌堂堂，风流倜傥，武功为当代弟子之首，自称是风流剑客。除了女人之外，对于历代书法名将作品也多有偏好。你为什么不会辟邪剑法？好，还有李长龙。逆我王道者，必杀不留。本名李长龙，天龙八部之龙，现任天龙教教主。与兄长相比，龙王形势更加霸道乖戾，武功手段更为狠毒。龙王的唯一目标就是称霸武林。好了，其他人都介绍过了。哎，还有古诗。虚手时发掌中穷，来势凶不为动。武当派国业之子，为人正直憨厚，武功虽平平，不过诚信不服输，苦干实练，有朝一日终可有所成，非常喜爱品茶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肉到肥时方恨多。逍遥自幼便遭继父赶出家门，拜入丐帮大中堂，悟性颇高，爱书成诗，又对古代历史及小说颇有涉猎，也喜品尝美食，拥有一身死缠烂打功夫。好啦，开干了啊！心本不生，缘起而生；心本不死，缘灭而死。不会给你们机会的。啊，我按错了。何方贼人，留下吧。我记得有一个是建设啊，对对对，这招。零星剑法。然后其他人都上前了啊。那个方丈怎么一下被我砍了半滴血啊？心本不生，缘起而生；心本不死，缘灭而死。金刚也有怒目，佛陀也会降魔。不会给你们机会。中间再一发。人总以为人定胜天，但很多事情人却输在自己。狂风剑气，可是天龙教到后面应该是不用着急啊，给他其他人打一下。我觉得我们的策略应该要先休原地休息，让他们先互相打一打，
不然天龙教也是我们最后再解决的啦。而且正派是最后行动的，很可怜欸。在这种战棋式的游戏啊，先行动的一定会比较占优势。哇、欸，有点太帅了吧？你看嘛，如果你先行动的话，你是有机会先把一只秒死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哎呦，我蛮帅的。哎呦，要吸过来了！哦，你把岩头都吸过来，糟糕！嘿嘿，三方混战啊，老九也来凑热闹吧！各方高手齐聚一堂，看来今日不愁找不到对手了。这边是战场吗？玄耳、基尔、天龙教、风都两方好手皆聚于此，战场混乱。此刻不比一般切磋彼此，提高警觉，莫以为事太远。是阿吉，跟上师傅。知道啦。小谷瞎子，又来了不好对付的高手。天龙教教众、啊，蛇啊，快拉开他，拉开他！有蜈蚣，还有蜘蛛，大伙当心，赶紧踩死啊！你们真是的，明明是我们苗伦可爱的宝贝，你们汉人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他们呢？坏孩子可是会被咬的哦。兰提，你可来了。你们家在外头本来以为都没事的，谁知道这么多人突然冲进古墓，你们果然需要一些援手呢。放心吧，你们家会好好履行这边的承诺。哇，尴尬了，我不知道吴瞎子会来。身若浮云，心如止水，随心所欲，无牵无挂。连荆棘古月轩都来了。逍遥谷第三代掌门，年仅七十，武学造诣极高，曾与其交手过的前辈几乎均已仙逝，故无人知道其武功现在已至何等境地。在江湖上德高望重，近年来已不太敢出谷，专心研究的琴棋书画。北迷无相功。好，荆棘。废话少说，以我手底下见真章吧。逍遥谷第四代二弟子身世不详，热衷兵器，无瑕疵多产，其刀剑功夫配合其惯用武器更显威力。参与师兄一起行侠仗义，但名气不如大师兄，个性倨傲，说话刻薄辛辣，其实心地不坏，是个嘴硬心热的人物。这是你逼我的。够古月照金城哦，哇，他几乎都会啦。然后看一下大师兄的。师弟，修炼武学一定要注重根基。哦、火焰刀哎。青龙八蜈蚣，逍遥谷第四大弟子，内力修为精纯，无瑕疵多传其拳掌功夫，为人端方斯文，一身正气。平日行走江湖，维护正义，故人称逍遥全部品，是新一届少林英雄会武状元。好，接着赶紧解决他们。我们解决中间的人就好了，其他人不要理他们。啊、哦，还有难听的，一个人犯错。众生犯错，天地同谋。一个人犯错，众生犯错，天地同谋。哎，这应该是游戏的口音才口白才对吧？怎么变成难点难点才有？大家再听一次，哇，写的800啊，你太烂了吧！真是 bug 中的 bug。一个人犯错，众生犯错，天地同谋。独门教历任最年轻的教徒，面貌姣好，有苗条姑娘的直率天真，却又有手段狠毒的一面，让人着实猜不透他的心。擅长死毒、此毒，喜爱江南丝绸织品。好啦，这个兰亭就不要出去的啦，你就好好跪在家里就好了。啊，阎罗没办法，因为被吸过去了。那去又千刀万剐。我讲错，我是上鬼器，这招比较好用。为什么会有蛇啊？蛇哪里出现的？因为他你中的话就恐惧，基本上他就会逃离这边，就不会跟你打了。
免疫伤害一回合。OK， 那我们先打左边的那个玄冥子。还可以打是不是？心本不生，缘起而生；心本不死，缘灭而死。对方免疫伤害哈，都忘了。太远了。乖孙女，人活了一世，纳闷入心，有人成为面子，有人成为了里子。哇吼，可有好日子过呢？啊，他们现在都是霸体状态，才是。我靠，是这样怎样？有蛇。咬你，然后我觉得再忍耐一下，待会再出发。好，他不一定会打我们的、啊。哦，龙王刚刚来呀、啊，李长龙，哼，严大生连砍数刀。劈砖裂石，来势汹汹。逆苍龙冷笑一声，同样气劲缠身，正是毕生绝技——霸擎九龙破。但看双爪方龙、方飞，大刀劈剁，逆苍龙一双肉掌竟与连战阵的钢刀斗得旗鼓相当。不愧是天龙教教主，当今武功第一龙王，我已纵有兵器之力，却没占到丝毫优势。哦，能逼得本座一交手便使上十成功力，阎罗。你、这次功夫倒也没让本座失望。哼，久闻霸擎九龙破，威猛无比，今日一见亦是名不虚传。好好保持下去，可别让本座闲下来。还有空头大吗？你这个天下第一的宝座，一个不注意，得就换别人坐了。哼，那可是真是求之不得。阎罗，这天下第一的位置，你有本事从本座手中取走吗？有的是霹雳堂独有的火器，谁都无法匹敌我天龙教。火器是并吞霹雳堂之后得到的吗？大伙当心了。史威斯，蓝少年的真元已到，很好，让他们进入真元奇遇门派。你们若不想像天卧禅师般般，我一看旨意，光入天牢的下场，就骂你杀敌吧。阿弥陀佛。有庆。为那你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孟婆，你若真有本事，有某恭候大驾。哇哇，看一下
可是阎罗王是不能动啊。这个世道，阳间的官差既受不了，便由阴间的阎王来断。火神炮。挺弱的。混毒入化。自身伤格那个范围补血是的确是蛮好用的。三魂七魄。死了吧。然后有没死，糟糕！真的耐一下，不然孟婆一出手，死人太多了。罗刹没什么内力，先补血，先补内力啊。有机会被干死了。哦，看油精到现在还出不了手。大概只攻击一次吧。超战之间，数名天龙教的教徒穿过了黑白无常的封锁，直往运气挑起中的岩丹身而去。哎呦，狡兔三窟！哎呀，漏网之鱼啊！不好，帮主当心！只见岩丹身突力拔刀而起，一阵凌厉刀锋将来放天龙教教徒尽数拦腰斩断。大哥，啊，帮主好样的！各位多谢，李长龙有劲，丰都阎罗战士，够胆的便冲着阎魔来吧！啊，又来又来了！报，神捕石刚天剑门苍龙镖局一道，很好，元丹圣诞教父开始行动，迅速补上前线。那有多少人呢、啊？老夫走镖30余载，从未丢失一镖。好好好，很厉害，很棒棒。我西门风都不认识，你招子长脚上了吧？道理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可以解决你。他一直霸体很烦呢。有人成为面子，有人成为了里子。你这霸体怎么了？天王枪法，这样会太快把阎罗干掉。
先打这里。年轻人，不要那么冲动，和气生财嘛。大家都很会霸体耶。哎呀呀呀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呀，不小心手滑了，痛啊。道理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可以解决你。战一直线的缺点就是这样，被我打假了。哼，哦。本座还道你是谁，原来你还留着一条狗命啊。李长龙纳米奶。哈哈哈，当真是造化弄人，今日竟让你发展到了这番境地。肆意操控着这些昔日视你为叛徒的正派，感觉如何？可感受到了复仇的喜悦？不错，我是感受到了，但我还没尝够呢。刘进剑光一扫，龙王挥爪相迎，剑爪交错而过，只见刘进铁剑上多了一道既长且深的磕痕，除此之外并无他损。而那头龙王手掌上则多出一道细如毫发的伤口，渗出点点血丝。不过是柄破铁剑，却能伤到本座，你也是成长了不少。李长龙，是你的野心造就今天的天龙教和今天的我，你便亲自体会这因果报应吧。哈哈，好的因果报应，但是对本座而言一点意义也没有。龙王屈指成爪破空而出，刘进铁剑一横，剑刃迎向龙王手掌，欲将其逼退，然而这回手爪未到，却已感到压力逼人，当下剑落一变避而不已。本座方才有些小看你，这回本座便用上十成功力全力与你拼搏，便当作是本座对你这二十多年来坚强苟活的赞赏吧。好，正派行动中。啊，我龙王死去。还有人哦，哦吼吼！教主，白掌门唐门真元已至。龚光杰，把伤药分送出去。遵命。唐飞，算门人出战，莫让本座后悔留引唐门狗命。是，小人必定会全力以赴，为龙王大人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废话少说，快去。是。帮主，天龙教来的白掌门和唐门的真元，灭了绝刀门收编的百草门和唐门嘛，当心唐门暗器，迅速击溃百草门的补给。哦，这个剧情可能性太多，你当初没有去四川成都的话，你可能就没办法收兵他们了，就被天文教给熄灭，然后你可能换就其他人，他们会上场出来之类的，可能对话又不太一样了。有点麻烦啊。应该先干掉卓人青，不然他的技能被动技能一直触发。道理不能解决问题，
但是可以解决你。人活了一世，有人成为面子，有人成为了里子。不知道打荆棘会不会触发剧情，因为荆棘拿刀嘛，有可能会哦。好啦，这是我猜测而已。你看，兄弟情深又触发了，哇，这个是很讨厌哎，这个被动技太烦了。爹，大哥，你们走走嘛。你觉得是你跑得快，还是我的飞刀跑得快？差老子钱呢，我还可以放过你龟儿哈，但是背叛老子的，绝当把你龟儿弄死。找不到，太远了。强，刘静真的很强。应该快结束了吧？有兄弟情深，放出兽王村长畜生。可是属下尚未完全驯服他们，战况加重，管不了那么多，开动放兽。啊，慢的，不是这边，不要啊！要家族兽群失控了，一群放桶，迅速给本路摆平面。帮主。天王叫我放出一些野兽，但似乎是失控了，想是在灭了兽皇中之余兽变的吧，保持距离，尽量让他们为咱们制造优势，必要时再解决他们。我是打算就是要多争几个回合，看后面有没有其他敌人。连丹生运起无机无间气劲，横刀一斩，刀气破空而出，刘静飞身劈过，但身后数名警卫不及劈量，俱被拦腰折断斩断。刘静身当空中挺剑回击，连刺数剑全被无间气劲给震得偏斜而去，无一能够突破气劲手谕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能击杀天一城主，您这身气劲古往今来，怕是只有九阳神功能与之相提并论。你这是怕了吗？有子会死。怕？不，任何武功都有障碍，而在战斗一开始，你便已经将它暴露了出来。我只要能够坚持到你气劲反噬之时，胜利就在眼前。哼，严某自然不能让你活到那个时候。很不巧啊，严大神，死里逃生一直是我的强项。OK， 好，你们这些人该死一死啊！好，先这样就好了，多撑几个回合。
为什么大师兄你会这一招？又来了！瞧啊，自在天，这血肉横飞、不堪入目的光景，可真不是丈母娘。教主之命，由不得你。张乃的什么不干净之物，事后再洗去便是。那就让他们在闸门华丽的舞动吧。报，诸县上庄八卦门正月一道。八卦门恭候此挥使之命。沈和明，你若是好好表现，我也不会亏待你的。当官封赏不过是几句话的事。是是，那便有劳指挥使，我八卦门必不会让指挥使失望。有指挥使，新批兵器已按照你的指示分发给各派。很好，你们逐渐山庄变成后方支援，随时补上寻找兵器。遵命。人活了一世，有人成为面子，有人成为了里子。好，我们先把朱元清干掉。Nice。好，接下来是右边这些。仁是天下第一仁，剑是天下第一剑。吃并不可笑，因为唯有至情的人才能学得会这吃字。哦，笑傲江湖曲。大师兄的母爱又出现了，保护敌人啊，保护队友啊，霸体是不是？我有指挥使回复那个回复血的那个量还蛮多的啊，我又按到了。噔噔噔噔！哦，真是最后大决战，一堆人。年轻人。终究是太嫩了，一击就死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好，就这样。看会不会再增援呢、啊？应该是还有。哦，火焰刀。知道很帅啊，可是攻击力不怎么样。哦，你们是祖上贺朗朝廷亲上阵命，我等由指挥使一同作战。嗯，好，就让我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。又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们在哪里？哎，没看到人啊。师弟，这一招要这样用。好了，古月轩该送你走了哦。一击必杀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在这里，黑熊忍者，好弱哦。
鳄鱼改变的阵营。傻眼猫咪。哎，有指挥使，快被我打完了这招根本是太极剑法了。三个。好咯，应该没增援了吧。还有啊，真的还有啊，还好还好，我等。邪魔歪道，慢慢作为峨门派最后一丝星火，要为师门报仇。爹，还有各位师兄弟，小父今日要为各位献上一曲腥风血雨，望各位在天之灵能够获得宽慰。天王叫了了，点苍派最后一人龙魔在此，来啊，有种被难了解我点苍派啊。几只幸存存活的老鼠无妨。本座今日便如恶人所愿，赐你们一死。快放下丹药。紫阳子，你慢。啊，家属数在丹药炼制上花了些时日。罢了，本座赏罚分明，有功有过，看得一清二楚，好好表现。是，属下必定会竭尽全力为天龙教而战。哇，太多人了吧。掌门的位置应该是我的，我的。好，我们再多撑几个回合。别当油尽死就好。总是无风之府，夜难眠波涛，安抚之草。才是该精神主义。我们发地址是英奇蓬勃女侠。OK， 这些之前全段都介绍过，一模一样，没有变。未曾亲眼目睹，一问不解。一旦亲眼所见，事实伤人。男人的钱不都该让女人骗吗？好，龙墨这些人之前都出现过了，迅速解决他们。不要给他们机会啊。典藏千人高，日海万顷培，典藏培有我不得绝。好，再看有没有增援。应该有啦。是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的话，我就要上了哦。你达到15回合，看看。应该是没了啦，水放盘都出来了，还想怎么样？应该是没了，12回合咯，13。我人超多了，好，15。
好，该是解决他的时候了。好，别浪费时间，直接叫我们的孟婆。耶、yeah ！胜利。